genius。距离婚礼还有一个月又一个多礼。哇，你那个照片怎么样？不是拍的正正的。我摄影师在旁边哦，讲话小心一点。摄影师尽力了啦。今天我爸讲话吗？我爸说：“哦，有人在批评春香了。”我觉得应该就是把这个照片呢，做的有点像底片拍的。哦。然后把背景全部都弄掉，但是我还在想要怎么样才可以再精致一点。那好，我用讲的，然后你用删去吧。好，有优雅吗？有。有优雅，优雅几分？六分。然后酷呢？酷也要有个五六分。然后不要清新，不要气质。对，清新跟小气质那种先不要。你想的不要太复古，又有点复古，大概是什么？就是有点像是大部分的颜色还是不会太跳，可是在眼睛舒服的色调里面，还是可以有一些跳出来的小颜色。它两张我觉得最有可能有。好。好可爱哦！那主色调要从这个照片来延伸吗？因为这张照片其实颜色很多。你说你会把其他颜色收掉、就是、还是什么？我要再试试看。好，那我们先继续。但反正平面也没有一定要跟现场空间锁死啊，平面也可以好玩。对。欸，而且那我顺便再讨论一下，那天那个什么，他们就在讲说，就现场不是要放影片什么的，我想说，我应该不用再做额外做影片了吧？你懂吗？婚礼影片啊。对啊。我想说，我应该不用再做，我直接把我那个平常旧的那些放上去就行了吧？就剪在一起吧。然后家人就说：“那你有原档吗？”我没有原档。啊？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原来大家都会留原档。你不会留原档？我没有留原档。什么？真假？对啊，不会留原档，好方便。我现在开始要，我现在开始要留原档，现在来不及。Let me think. What about an unlikely miracle? The unlikely miracle? Uh-huh. Why though? I think we were really never supposed to meet up like this. It's just by one chance.It somehow connected you and I. Wow, babe, that's cute. Anything else? Well, it shouldn't be too corny. It should be like kind of sweet, kind of cute, and then you kind of want to smile when you see it. One more. Give me one second. Hello? Thank you. So, what we're making right now is an invitation. Right. And then the picture that we're going to use is... Let me send you. And everything on the background is going to be gone. And then we're going to make it like a movie poster. Okay, now that there's a theme, it's coming to me. Hold on. Okay. The perfect pair. Wow! Holy shit, man!Babe, you're a genius! Babe, Cassandra is, how do you say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at. Cassandra is very happy right now. It's a bingo moment. Wow, babe! Good job! Are you crying? I'm not crying, I'm sick! Okay, thanks, babe! Wow! Love you! Bing bong! 超屌的你看我整个鸡皮疙瘩吗？哇，刚超屌的！但你们说那个 unlikely miracle 的时候，我就果然需要给他一点画面，好快乐哦！想到文案的快乐瞬间，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可以了。好，大家，我现在地点在我家的厨房，我是好不容易在我家找到一个不是真的超顶光的光。对，就是因为我前面有个吧台的灯，我家真的处处都是顶光。这边呢，为什么我会来到我家厨房？因为就是因为我要坐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 Castify 新挑了壳。那在这影片呢，就是跟 Castify 合作的。那我之前在早上起
前一第一集还是第二集的那么会挑，我就已经分享过我那时候在用的 Casify 课，所以我自己对 Casify 印象就是它选项爆炸多，因为它是国际的品牌，他们选项就是多到你去官网看的时候会整个超级眼花缭乱，反正就是超容易被烧到的那一种。那我自己是就是一个极度的手残党，我就是三不五时就会不小心把手机掉到地板上，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正面朝下的那一种。然后我自己就是因为这么手残，有非常的粗线条，所以我在就是手机壳的最大第一的要素就是它要防摔。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决定想要跟大家来推荐 Casify， 就是因为他们推出了终极防摔的手机壳。那他们推出了这个终极防摔手机壳，他们加了四边强化弹力的保护角，然后再加上他们有独家专利的 EcoShock 防摔科技，可以吸收 95% 的冲击力，还有6倍的军规级防摔标准，所以你就是摔到地板上基本上是可以心脏不用掉下来的。然后我自己是工作需要长时间盯着电脑跟手机，所以我前阵子不是也开始会戴抗蓝光的隐形眼镜吗？所以就是跟我一样，可能你有觉得自己过度使用手机，或是过度用眼，或是你觉得手机的蓝光常常会影响到你的睡眠的话，那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这款 Casify 的抗蓝光萤幕保护贴。他们的保护贴不止抗蓝光，连厚度都只有 0.33mm， 另外还可以防刮花跟抗指纹。然后我本人真的就是乡下俗，我是一直到回台湾才就是知道说，原来现在真的身边的人大部分都会有手机挂绳，因为真的到处跑超级需要，就是你随手就可以这样把手机拿出来。我以前在美国都不会觉得自己很需要，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但是我就是在台湾爬爬照，我就发现手机挂绳真是人生的救赎，真的很好用。然后加上它这边有5个挂点，就是如果你有习惯，比如说你使用 AirPods 或是你手机或是办公室那种 BB 的东西，你就直接可以把它挂在它这个挂点上面，所以你随身这样子，你可能只是要就是去办公室楼下买个东西等等的，你就这样挂着出去就好，你的东西都在上面。然后它这个扣环这边就是它是这样子拆卸的方式，可是你平常这样子拉就是都是非常有安全感的。最后给大家细看一下我这一次的这一款，我发现我是从 Y2K 风兴起之后，我就发现 Casify 他们家真的出超级多非常可爱的 Y2K 风手机壳，所以我就是开始更认真的关注他们。然后像这一次这个上面这个果冻，你看我的指甲是不是跟这个蓝色果冻很像，他们上面这个果冻真的超级可爱，我超级喜欢我这次拿的这个手机壳。那它的侧边是这样透明的，像我上次挑的那个蓬蓬的手机壳，我也觉得它是超级特别的那种款。那个是我第一个 Casify 的手机壳，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每一次只要对镜自拍都一定会有人回我说手机壳是哪里买的。对，所以他们家的手机壳吸金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的。手机很贵，手机不用太常换新，但是可以常常帮手机换新衣服，就会觉得整个手机是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我会把他们给我的专属折扣放在资讯栏，那你们如果要买然后想要有那个折扣的话，你就一定要透过那个连结去买才可以有折扣。工商时间结束，大家可以继续看我的婚礼筹备影片。比想象好一点。
下课了。嗨大家，我们现在在我爸的车上，然后今天是几月几号？2月22号，天使数字的日子，2月22号。自己不会答应。好，我们今天的行程呢，就是要去试婚纱，期待吗？期待。在我旁边这位是朱婷真，大家应该已经认识了。哎，你有看我最新的影片吗？什么影片？那个 vlog。你说去年的那个？对，有啊。嗯，就这样。拜拜。心情怎么样？很期待，很期待。对，很期待。我女儿穿婚纱已经超美了。嗯，没错。你要叫他们两个上来吗？对，我叫他们两个上来。哇，他们进来的时刻了。对呀，我要再进来一次吗？没关系。现在什么心情啊？你可以还好哎，我知道。心情上，心情上没有那么正，我还没有调试过来，还没有调试。毕竟已经结婚3年了。对呀、啊，过来可以转过来，可以转过来，没有问题。周俊生，好难哦。他现在是上我，我觉得是，这方便说吗？我怕这个不方便剪。下一件，哇，哎，曝光曝光死定了。我看一下前面的部分。他比较喜欢钢的，对，喜欢钢的，我喜欢钢那个比较好。如果要比的话，真假材质比较蓬哎。哦，我喜欢钢钢的，比较有气质。对，我觉得这个不太行，因为我觉得它的透明没有做得很好看，不知道为什么。尊重一下，尊重一下哎。我不是不适合他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哇！哎，这件，美女，你喜欢第一件还是这件？我们都是，拜拜。哇，别人看真的很快哎。对啊，好，谢谢，下一套。我有种预感，你会喜欢这套。你要确定哦。你要确定哦。看那个袖子的，这个穿袖子。你会喜欢吗？我觉得这个我喜欢，感觉它可以。它的设计我觉得不会让你看起来那个那么。前面两个我穿起来叫平胸。对，但你不是没有胸部的人。不是，还是有一点的，没有问题。对，还是有一点，还是有妈妈有生给我一些。OK OK， 收到。这件好看呢，这件真的很赞，很有气质。不好意思，我们可以看一下背部的部分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爱死了，真的假的？我真的爱死了，真的。这个有，有东西。哇，很漂亮啊！哎，我觉得它很漂亮啊，是不是？哎，我觉得很漂亮哎，漂亮吗？哎，我是有改的。目前为止，这件算是……但第一件我也觉得其实蛮漂亮的。看这件的这个，对，对，对，哦，哇。哦，你现在是公主本人。就是一般白纱的话，我们的手作今天都这套也，这套还是蛮漂亮的，就是蛮漂亮的。但刚刚那个感觉是正爆类型，对对对。这头有点痛，头有点痛吗？这头有点痛，很难取舍。这套是不是太夸张了？碎碎念中。可以，但你要跟正姬搭配吗？就看起来是没有哎、欸。他来搭配我，他来搭配，可以搭配你，没有问题，没有要在乎人家。没有，当然是我要先漂亮。对，没有问题。我定脚。哇，我感觉我身形有点。怎么样？又偏老，对不对？拍我。我们现在瞬移到就是可以挑婚纱的地方，因为那个敬酒的那一套现在有点迷失的方向，所以我们要直接平静了。我们要对，我们要平静，我们要直接进来挑一下敬酒的部分。没错，哎，那件好可爱哦，黑色那个对不对？对，我觉得好可爱哦。你说这一区吗？对，这一区或是中间这一排。哦，好好好。其实这个也蛮可爱的。哎，这很可爱哎。其实我觉得这种材质的还蛮漂亮。对啊，这好可爱哦！哎，
这蛮美的。我觉得你要破，要走出来。我觉得你可以要这么腿走出来。来，请问你现在怎么样？我现在很专心。好，很专心。我很专心啊，我觉得这个蓝。你要不要试试看？也是可以啊，但它有点公主风，不是太适合敬酒。你要辣是不是？对，要辣，辣要辣。哎、欸，这个很短哎。要辣是不是？可能都在等。辣辣，这怎么变？哎、欸，啊！穿看，穿看，穿看。这个说不定很好、啊，这感觉很辣哎、欸。好、啊，哎、欸，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可以，可以，这个拿出来。可以啦，这个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可以。要不能拿吧？要等它。欢迎，好，好，再穿真的。我就回不去了啊！快点，快点，快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喜欢，哎，还不错，我喜欢，我喜欢，很敬酒，但我现在觉得有点无聊。我喜欢，我喜欢，没有到无聊，不会无聊，不会无聊，不会无聊，敬酒，但是不是不辣？不会啊，你是要多辣啊？我。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很可爱，对不对？超可爱的，很可爱，超可爱的，很可爱，很可爱。其实我蛮喜欢的，很可爱，我觉得很可爱啊。只是你跟你的初衷就是完全沾不上边，完全不一样。后面是好看的，对，后面蛮好看。对，前面真的小，前面真的是有点累。我们现在试完婚纱，然后我们来雨珍的男友小林的。家里开的越南餐厅叫做翠园，我们在吃饭，超级好吃，不允许有人不知道或是没有吃过翠园。怎么会有人在什么路上？住台北不能没有吃过翠园呢。新生南路，新生南路上的翠园越南餐厅，好吃吗？超好吃，真的超好吃的，超好吃，真的很好吃。今天可以吃。有吗？哇、哦，好棒啊！这次吃这个是超好吃的，真的好。回去我就觉得很好吃。对，来的时候可以指定这位老板，谢谢大家，帮你解释那个甘蔗虾要怎么吃。没错，好好吃哦！哇，老板啤酒直接喝起来。拿着啤酒。有人要喝啤酒吗？现在今天是2月23号，距离婚礼还有。一个月又大概一个多礼拜，然后终于把我的喜帖给生出来了，然后是没有要印出来的，对，因为印出来的部分可能是来不及，而且想到要寄这么多份，我实在是做不到。就是我们是用电子档，所以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主题呢，就明明就是一个喜帖，然后硬要就是想一个文案，想一个主题，就叫 The Perfect Pair。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喜欢鞋子，然后 Pair 就是双关，一对的人可以叫 Pair， 一对鞋子也叫 Pair。 好，然后这样方面我们就穿韩服，然后就是一个很我们的风格，我自己蛮喜欢的。我跟你说，我直接零成本拍婚纱照，然后零成本做喜帖，因为这个婚纱照是我妈帮我们在家里的沙发拍的，然后喜帖很明显就是朱婷真做的。现在呢，我在帮我妈拟稿，还要寄给她所有的亲友。为什么我要帮你拟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会用很久。我帮她把那串字全部全部都打好，然后再附上链接。你这三张照片都存了，对不对？你要先发给谁？你先传一个，我先帮你用。玉美，传给玉美。你要这三张哦，三张都要传哦。就有一个封面照，硬要做一个封面，其实只要做那个资讯那个就好，但我硬要做一个封面。祝你那去背去超久，我给你们看那个拍这张照片的那张，我那双粉红的鞋子，因为我穿过两三遍了，然后那鞋底就是黑色的，可是它露出来是黑色的，在洗鞋上面就很尴尬，所以祝你那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帮我把鞋底收得干净，我给你们看 before 跟 after。好，同学，然后呢，这整串，你看整串，你这样直接复制，完成，对。你要从你聊天的对话开始吗？不用吧，我等一下再。你从你聊天，哎，你等一下就不会，你就不会，你会分享吗？我会分享，我怎么不会分享？哦，你真的太有效。你会分享？我怎么不会分享？很可恶，我怎么不会分享？你会分享啊？我不会。你用过？我用过，好不好？啊，是啊。哎，你的平常都分享什么？我分享有时候早安图啊什么的。早安图。那
你会一次分享两串东西吗？会啊，那就把它点好点一秒，就是直接这样。对啊，就直接传给我，我的朋友，那就可以。对啊，对啊，你会啊？会啦。好好笑，对。